精神打下来，落到就安全了吧？对啊，他可以想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。可是想到落到又是个防守，又是个……诶，巴黎超商有比较近吗？比较安全啦，但不一定比较近。因为二人要截，大部队要截的话，那个南屏山比较好截。诶，巴黎超商哦，不是巴黎南屏哦。巴黎南屏、巴黎苍山都可以啊，巴黎不能南屏啊，大大。可以啊，巴黎转落道，然后转下去南屏山。哎，货物会不会一样啊？物资一样哦，那不行，那就只能巴黎苍山了啊。哇，以后要大家一起跑山了，可以不然那巴黎个。南屏才落到吧？巴黎，等下不要运货，然后去跑一节轮到了。万一真的就给你没用，就你怎么知计算一道？下。